理想安乐窝，人生有几何？黑白精品风，打造精工时尚之家。三种建材当中有黑有白有深有浅，很有设计感层次，但是又很简约。缤纷乡村风，意念来自宫崎骏。我很喜欢这个小英哥的这个壁纸哦。宫崎骏的故事里面常常用大自然的主题，还有可爱的动物。老屋变身英伦风，加强采光透清风，幸福空间，周四晚上8:30，PPP8。